很生气，都不理训练师。我们跟皮皮同学说明一下规则，皮皮同学，你一次只能拿一个哦，你的是红色的哦，他不可以再作弊哦。好，点头好像点得很心虚啦。好，再跟他玩一次，我们准备好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要一次只能拿一个，我跟现场在座来宾都在看你们在作弊哦，尤其是你啊，皮皮同学。哎，你们不要再挑了，一样的形状，一样的颜色，拿回去再有分数。皮皮同学速度很快，来到第二分、第三分，来到了第四分，4-1，皮皮同学你。快要赢了啦！大家同学在干嘛？皮皮同学5-1，皮皮同学获胜，请帮他拍拍手。哎，皮皮同学，你怎么又在抢一个蛋蛋同学的蓝色圈圈啊？哇，人家蛋蛋同学这次一样也只剩两分可以玩的啦。我们的皮皮同学说完，身为班上的鼓舞鼓掌，看到我们班动作慢吞吞的蛋蛋同学，就想忍不住替他服务一下，提早下课吃点心啦、啊。再次让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班可爱的皮蛋的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几岁到几岁呢？哦，现场举手的来宾稍微变少了一点，不过还是非常多。大家一样，首先放下，首先放下。再给你们一个小提示，是几十岁到几十岁哦。来，仔细听好，一样数到三，举最快能够优先选他。